哦，这样哦。所以要坐火箭，还有太空船。对呀，嗯。火箭去太空总署坐火箭，然后才会发射，然后到外太空才会被岩石撞到啊。咻！对，啪！不会，这样，这样在这里，3、2、1，发射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万无新意，发射！不不不不不！然后妈妈在那里拜拜，用到香，啪！用到吴兴义，不不不，然后妈妈拜拜又响，啪！吴兴义的屁股就爆炸了，那 你的屁股就不不不不啪，然后就屁股喷火，哇！然后拜拜喽，这样吴兴义就上到外太空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拜拜要拿香，要拿香啊，那个很羞，对不对？绝不可以碰到羞羞的。对呀，不可以遇到吴兴义，不不不，不然就会砰爆炸，吴兴义的屁股爆炸了，怎么是这样子？为什么是这样子？你是屁屁超人。被我说中了，对不对？外太空没坐火箭，去太空总署坐火箭，然后到外太空会被岩石撞到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外太空没有重力。是啊，哦，